搁再来关心时段啦，愈高报物件，脑退化速度就愈慢。原来这是阳明大学齿科医学院团队上新的研究嘛，正是讲报的功能和咱脑的退化这是有关系。研究团队进一步讲，少年家报物件时，假使那是哪食物件哪讲话，即上感觉伫咧讲话，唔免思考。要唔过侪块人，那是脑已经退化，用大脑代替小脑，食物件速度就会变较慢，食一嘴饭都爱想半步才知道要讲啥。那是讲哪食物件哪讲话，才会去砸到引起气管发炎的情形。研究团队针对超过到65岁时段，进一步来研究，嘛发觉讲愈高报物件时段，脑退化的速度就愈慢。搁再来看到拼新加坡的市场，农委会和新加坡出名超级市场做伙合作，为这个月20起，伫咧新加坡的超级市场设咱台湾农产品的专区，卖咱台湾拢总224项农产品的食品，也搁有台湾米、鱼酥、茶米。也毋过，毋那是拼外销娘娘，农委会嘛来到澳洲昆士兰和在地农渔部签合作的备忘录，要加20丛台湾的奶鸡场种伫咧澳洲的土地，以后就算是台湾的秋冬，赶快的当地的澳洲进来机。台湾的产品集中在这里。农委会去新加坡和出名超市合作，从20开始在超市内底来设置台湾农产品的专区，卖台湾224项的农产食品，无论是人真饱嘴的台湾米，也是落喉清甘的台湾茶米甲菜西瓜子，另外阁有李咸四手啊、鱼酥，这拢总会当买到。去年我们总共有54亿美元，那已经创造20年来的佳绩。我们今年给我们的目标就是再增加10%。伫个今年的1月到9月，台湾的农产品外销搁再来创新高，拢总有销170万吨，合台票是1292亿，安尼比去年的同期成长有6%。特别是这个果子的出口额有达到49.6亿遐济。除了外销真拼时，农委会嘛去这个澳洲的昆士兰，要来甲当地农渔部合作签契约，要甲20丛完成检疫的台湾荔枝品种，甲种伫个澳洲的土地顶管。Zespri 的奇异果，它的奇异果不是只有在纽西兰生产，它在全世界都有，但它最后打的就是纽西兰的这一个奇异果。我们的荔枝非常有可能，未来就是台湾的荔枝可以行销全球。因为这个南北半球的气候相对变，就算讲伫个咱台湾秋冬的时阵，麦当伫澳洲来种荔枝，未来包含这个往来塔马岛，嘛是拢有机会照这款的方式甲输出。希望会当透过合作，提悬台湾果子伫个国际的这个出名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